在日本政府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之后的第一天，当地的社会生活到底有哪些影响？那么现在我们就实地到东京都的涩谷街头来了解一下。为了保证当地社会的一个基本运转，那么在未来的一个月，当地水电、煤气、通信网络、金融以及邮政等等部门呢，还将照常运转。那么在闹市区的这一家邮局呢，平常工作日的下午都需要排队来办理业务，但是目前呢，基本上是可以做到一个随到随办，不需要再排队。在东京街头的户外大屏幕上，不断滚动播放着东京都知事对民众的呼吁，希望大家尽量避免外出，避免前往三密空间。尽管政府的这样的一种要求并不具有强制性，但还是希望通过不断的呼吁民众，通过每一个人的努力，在未来的一个月之内，将人与人的接触减少7到8成。在紧急事态宣言实施期间，当地的公交、巴士、地铁、电车等等的公共交通还是在持续的运转。那么在下班高峰期的涩谷车站，来往的电车还是以每几分钟一般的频率，像往常一样在持续运行。目前东京的公园、游乐场、电影院等等的娱乐设施，为了避免人员聚集，已经停业。那么在这家电影院的门口就写着，作为紧急事态措施，从4月8号开始停止营业。而目前电影院门口的电影信息栏也已经全部被清空。在东京，目前大型的商场响应政府的号召已经停业，但是满足人们生活基本需求的超市仍在营业当中。那么在这家超市的进门的位置，就摆放着灾害对策用的商品，那么首先就包括大米、面条、方便面等等的食物。另外，在这家超市的醒目位置也摆放着病毒对策的一些紧急商品，那么包括口罩、消毒液等等，目前也是人气非常的高。在这家超市的食品区，我们看到蔬菜的供应还是和往常一样，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太大的差异。日本政府对7个都府县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之后的第一天，东京仿佛按下了慢放键，生活中开始感受到一些不便，但一切似乎还在进行下去。但是还是存在一些争议的问题，到底哪些商业设施应该应政府的要求进行停业？比如说理发店，有的人认为理发店是生活所必须的，但也有的人认为理发店属于封闭空间，人员聚集容易造成感染，应该停业。类似这样的问题，如果需要解决，那么就需要东京都政府尽快的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。